课，重点不是上什么课，重点是我们班主任今天没有代课，我猜肯定是这课他不会。说啥呢？老师可是全能。哎，这门今天竟然没锁，那我这回不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出去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这是个假门啊！老师又坑我，哼，什么也阻挡不了，我要去吃辣条，我找。叮叮叮！哎，教室什么时候又安了一个新的投影仪呀？叮叮叮！嗨呀，我找到钥匙了，哈哈，是不是我找到门就可以出去了呢？这屋也没有啊！哎呀，完了啊，没有门我怎么出去啊？那不是有窗户吗？啊，还跳窗户呀！上次我的腿就是这么骨折的。我感觉吧，屋里一定有出口，要不我们老师咋走的呢？书架这个宽度，这个高度怎么跟门差不多呢？啊，原来老师用书架把门给堵住了，这还能难倒我们？啊，班里什么时候新转来的女同学还坐在我的位置上？嗯，拿出我新折的纸飞机，哎，同学认识一下呗。班主任。嗯，怎么了？老师啊，你这装扮，还有你这头发，回家回味一下童年不行哦。老师，没事，你先忙。我要给黄毛一个惊喜，告诉他班里来了新的女同学。精神小伙，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新来的漂亮妹妹在哪儿呢？哦，这乌黑的头发啊，这是膝盖以上的超短裙啊！等等，这怎么还有腿毛呢？啊，没事啊，这都是小问题。啊，靓女啊，认识一下的嘞。老师，你怎么回事？让你随便蹭班级了吗？还公然当下女同学？哈哈哈！今天这教室可真热闹，我先溜了，嘿嘿。哎，你别走。放学，校门口等我啊！